脱离世界后，女友寻死了，攻略成功后，我留在了女友的世界。可结婚不到5年，她却变心了。她开始带着不同的小鲜肉招摇过市，肆意任由那些人羞辱我。就连我期待已久才有的孩子，也被她用保持身材为由无情打掉。后来我脱离世界时，选择了开车坠下山崖，车毁人亡。她却抱着我面目全非的尸体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声嘶力竭的求我再看她一眼。柳如烟怀孕了，知道这个消息时，我激动的连夜结束出差赶了回去。结婚5年了，我一直很想要个孩子。 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甚至都在盘算着婴儿房怎么布置，需要准备哪些东西。我专门去商场挑了他最喜欢的礼物，甚至看好了钻戒。我们该步入婚姻的殿堂了。哪怕这里并不是我的世界，回家的时候他不在，刚好我趁这点时间准备了烛光晚餐。我在一切准备妥当时，我接到了女友的电话：“高阳，我有惊喜要告诉你。”“好，你在哪？”我去接你。听着她好听的声音，我宠溺的回答：“不用了，我在医院等我自己回来。那你早点回来哦，刚好我也有惊喜给你。” 那个时候，我一门心思期待着他看见钻戒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。我一直站在阳台上等着他回来，好第一时间给他开门。所以当我看见小区楼下，他跟一个男生热吻时，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我整个人木讷的待在原地，盯着下面那一幕，熟悉到让我没有办法自欺欺人。怎么会呢？口口声声说着有惊喜给我的女友，此时此刻竟然迫不及待的和别的男人在我家小区楼下热吻。我整个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你只告诉我，我应该相信他，然后跑下去质问的清楚。 现实却是我又眼睁睁看着他们开车扬长而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打开我们刚在一起时就绑定的恋爱软件的。上面显示他已经掉线很多天了。自从感情越来越好后，两个人开始同居，就没有再用过这个软件了。但是异地恋的时候，一次经常用这个软件来知道对方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还可以一起听歌，一起看电影。哪怕他下线了，位置依旧显示是在一家酒店。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我烦躁地点了一支烟，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，一直都是无人接听。作为一个男人。 我本来都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做什么，心痛如麻，眼眶酸涩难耐，我不敢去想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明明我们很相爱，很相爱，不是吗？就在我心如死灰时，最后一通电话接通了，他在那边有些不耐烦的开口，声音稍微有些急促：“搞什么？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没有接，就是在忙，这么点礼貌都不懂吗？今晚不回去了，有事。”胸口被刺激的酸胀难耐，半天缓不过气来，没有来得及出声，他就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我盯着他的位置信息，开始发呆。 双手不受控制的开始翻看软件里面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回忆和照片，从两个人视频的截图合照到一起吃烛光晚餐，一起去登山，一起去看海，一起去看落日，每一张照片都在清晰的提醒着我们曾经很相爱。照片上这个笑容甜甜清澈，完美的女孩从始至终眼神一直落在我身上，我的眸子倒映着她的侧脸，宠溺又眷恋。翻看这些照片时，不知不觉泪流满面，眼泪滴打在了照片上面，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好像被人拿着刀子一下又一下的戳破，血肉模糊。 鲜血淋漓，痛苦不堪。在一起5年了，我对他一直都是百依百顺，人人都知道我们很相爱，很相爱。之前的疫情，我意外感染，隔离在家，他说什么都不肯离开，哭喊着留在我身边。他说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就是那一次，我攻略成功了。整个人浑浑噩噩的在大病里面被折磨了7天。如果他心里没有我，我在这个世界的躯体会悄无声息的死去。但是他宁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，也要跟我在一起，不眠不休的照顾了我7天。在最后一刻，我成功了，他心里有我。 从来没有人那样爱过我，所以在痛里饱受折磨时，我拒绝了成功离开这个世界的奖励。不过留下来的代价就是身体时不时的饱受疼痛，衰老加速。不过那个时候看着他清澈美好的笑容，我想的却是疼痛和皮囊不算什么，但是留下来的这5年里，我的容颜苍老了很多岁，身体还时不时的发疯，让我饱受头痛、心痛的折磨。如今这种疼痛好像又开始发作加剧，哪怕已经习惯了忍痛，却还是被折磨得浑身颤抖、满头大汗。我蜷缩着身子，颤颤抖抖，给自己点了一支烟。 原本我以为这5年里我们依旧相爱，甚至还迎来了自己爱情的结晶。因为在外人眼里的柳如烟高冷孤傲，她像一块冰，却只做了我的火。对我热情又奔放，就像刚刚跟那个男人热吻一样。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看到他背叛我的模样。但是今天我确实看到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接受。他不是爱我的吗？那跟别人上床又算怎么一回事呢？浑浑噩噩了一晚上，他是在第二天凌晨才回来的，不知道桌子上的烛光晚餐和惊喜，他是主动忽略了，还是真的没有看见？明明我还坐在阳台上抽烟。 他却一个眼神都没有分给我，径直躺在床上倒头就睡。玩得这么狠吗？我忍不住想。系统的惩罚仍旧在继续。我整个人痛到无力。我坚持走到床边，瘫坐在地上，拿起了他的手机。我们是同款手机，密码都是一样的。这些年我对他足够信任，从来没有想过翻看他的手机。所以密码也一直没有用上过。但是这一次几乎一下我就找到了那个男孩，微信置顶，甚至在我的上面，他的备注是宝宝。只是点开以后，聊天页面却很干净，跟我们停留在几天前的聊天页面一点都不一样。 我默默地点开了那个男生的朋友圈，第一条是酒店的白床单上两个人手牵着手，配图是
好想永远这样跟你十指紧扣，永不分离。发布时间是凌晨三点，回家累得倒头就睡的妻子还给他点了赞。他的朋友圈不是三天可见，我却好像花了一个世纪那样将他翻看完。从朋友圈里面就能看出他是有女朋友的人，而他的这个女朋友是我的老婆。他分享的电影票是老婆爱看的狗血剧，每一张美食的图片里都有老婆爱吃的菜，只有一张两个人的合照，是两个人露出半边脸，用唇釉画着一个心。那张脸上刺眼的小痣仿佛要将我的心脏砸个大窟窿。宝宝，月宝宝，我们7月14日去体验爱的空间吧，穿上我给你买的衣服。突如其来弹出的聊天记录就好像将我的心脏狠狠地握紧，我整个人陷入了濒临窒息的疼痛中，饱受折磨。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5年前的那天也是我攻略成功的日子。他哪怕冒着感染的风险也要跟我在一起，他说这辈子我们生死不离。也是那天他动摇了我要离开的心思，让我义无反顾像他一样当了爱情的勇士。我们一起经历过了生死，走到现在早已有了超脱别人的感情，可是他却在生活归于平淡的时候慢慢爱上了别人。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他翻了个身，我迅速将手机熄屏，聊天记录设置成未读。我甚至连质问他的勇气都没有，在这个世界我只有他了。平时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早饭，今天我花了一个小时。我坐在餐桌上看着热气腾腾的早饭开始变了，对面的位置空了又空，一直到中午时他才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，不过脸色有些僵硬，声音都带上了些许愧疚。宝宝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太累了，起来有些晚，要不中午我们出去吃吧，别做饭了，麻烦。在我面前一口都没有动的早饭，他越发有些愧疚心虚，就连声音都不自觉放软。宝宝，虽然我没有醒来，但你为什么自己不吃早饭呢？以后早饭一定要吃，不然我会心疼的，知道吗？他依旧温柔，可是他给我的称呼和别人一模一样。胃里一阵惊涛骇浪，我想要干呕，强行压下心头的那些情绪，我故作轻松的开口，柳如烟，让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吧。他有那么一刻脸色有些难堪紧张，手里的手机都被他不自觉的握紧，怎么突然想起来查看手机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试试你的锁屏密码而已。我淡淡的看着他脸上的表情，这些年我对他再熟悉不过了，所以此时此刻我将他的心虚尽收眼底。他有些紧张的凑过来坐到我腿上，将手机放在我手里轻笑，宝宝是吧，没变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有些不忍心，当着他的面输入了一下密码，然后将手机熄屏，受着他不自觉的松了一口气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很难受很难受。他主动娇软的红唇凑到我嘴边亲吻撒娇，怎么样，满意吧？我的密码永远都不会变。他一边在我怀里挑逗，一边将手机倒扣在桌子上。宝宝，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刻意的转移话题有点欲盖弥彰的滋味，不出去了，我做饭吃。心里难受的厉害，每看他一眼疼痛都会加剧，我只能淡淡的将他推开走向厨房。冰箱里面永远背着他爱吃的西红柿鸡蛋还有细面。他进来时我正开始做西红柿面，他嘟着红唇撒娇，宝宝，有吃西红柿面吗？怎么了，你吃腻了吗？也是，算了，不做了，点外卖吧，不想出门。对不起啊，柳如烟。心烦意乱，我将打好的鸡蛋和西红柿重新放进冰箱。他被我突如其来的道歉搞得有些错愕，随后语气有些急切的询问，宝宝怎么了，哪里不高兴了？我没有吃腻，怎么会吃腻呢？我要吃一辈子呢。说这句话时，他紧张的面容和记忆中重合，眼神却不再清澈，没有以往那种一干二净和一往情深了。我猝不及防地打断他，不用解释了，没关系的柳如烟，每个人都会对新鲜感保持好奇，人在没了新鲜感之后都会走散，何况是同一种面吃这么多年了。他好像更紧张了，大概可以用手足无措来形容。宝宝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真的没有，我可以发誓，我真的没有。其实他一点都不适合撒谎，他心虚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躲闪的眼神颤抖的声音都好像在提醒我，曾经已经只变成了曾经，就好像这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一样，我这个人早晚会成为他的过去式，他会喜欢，会怀念，会留恋，但不会一直爱。我没有办法继续自欺欺人了，也没有办法看着他一直演戏，我向来爱他，我怎么舍得让他这么累呢？左右逢源我都替他心疼，如果他可以快乐的话，那么放弃我也没有关系的，可是这个孩子呢？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柳如烟，你不是有惊喜要告诉我吗？我不是一个擅长逃避的人，因为事到如今我知道逃避没有用，总要解决，不是吗？反正他已经不属于我了，或早或晚有什么关系呢？哦，对了，宝宝，其实那天我检查出怀孕了，我自己从医生朋友那边知道了这个消息，所以不意外。那我们结婚吧，还没有说出口，他就有些为难，甚至委屈的开口，可是医生说这个孩子不健康，不适合生下来，所以我就把他打了。昏黄的日光照进屋里，洒在他的脸上，我看清了他睫毛微微颤动，打了，多轻巧啊，理由甚至是孩子不健康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和医生说孩子很好，很早就恭喜我当爸爸了，现在他却告诉我我的孩子不健康，所以他打掉了。我想要埋怨他，但是心口酸涩窒息的感觉却让我有些无法出声。
被系统折磨的疼痛好像又开始了。我脸色苍白，僵硬在原地。他有些焦急，紧张地扑到我怀里，声音有些颤抖。没关系的，宝宝，以后我们还可以有孩子的。换作以往，我从来舍不得将他推开。我淡淡地盯着怀里熟悉的老婆，心脏的痛楚越来越强烈。听着他哄骗我说着以后，心渐渐沉了下去。他的声音传入耳朵，仿佛尖锐的针穿透骨膜，直达心脏，将我的五脏六腑都扎了个稀巴烂。我将他推开了。嗯，好。大概是我比平常冷淡，他有些不适应，又或者是因为心虚。他小心翼翼地看向我，开始道歉。宝宝，对不起，那天公司太忙了。加班很晚，本来就忙，你一直打电话，所以我态度不好。还有这段日子我也冷落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我轻松地笑，没事的，柳如烟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他松了一口气，扬了扬手机，嘻嘻，我就知道宝宝最好了。我去点外卖，点宝宝最爱吃的小龙虾。对了，宝宝你那天说有惊喜给我是什么？我笑了笑，点了一根烟，漫不经心。你记错了，如果真的有惊喜发生的话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五年前，然后脱离这个世界，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去。爱情这一关我过了，惨不忍睹，浑身是伤，半条命也没了。后面的日子，我好像成了一个深闺怨妇一样，从一些蛛丝马迹中，时不时发现自己被绿。作为一个大男人，我强迫自己去忽略那些细节。在这一点上面，老婆好像很配合我。两个人心照不宣，她删了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各种瞒着我，想方设法，而我假装都不知道。却在他一日加班的一夜又一夜里，被疼痛折磨得辗转反侧，猜忌、胡思乱想、失望、难过，甚至绝望崩溃，各种情绪狠狠地在我心头叫嚣。他一回家就开始洗澡，身上再也没有了不属于我的烟味，就算偶尔把微信装模作样的弄到我面前，那个置顶的聊天记录也没了。但是那个备注的宝宝，就好像在随着他一声又一声地叫我宝宝时，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就连我们两个人一如既往出去吃饭时，车上的座椅他都欣喜地调了过来。你永远不要去怀疑一个女人的直觉。他现在想尽一切瞒着我，早知道会有今天，他应该哪天就不要火急火燎的在小区里热吻，甚至我还抱着一丝丝希望，因为某种程度来说我只有他了，所以我放弃了一个男人的尊严，瞎想着他心里还爱着我，哪怕身体不诚实背叛了我，又或者是我一直在等7月14，我在等他，哪怕7月14这天早上我觉得自己在痴心妄想，却还是不死心的想着提醒他。他化了很精致的妆，头发也卷成了大波浪卷，就连今天身上穿的裙子他都精挑细选换了好几件。与为悦己者容，我突然在想，为什么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几年他都没有这样重视过呢？我站在他身后，双手撑在他的肩膀上。柳如烟，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当然没有忘呀，不过宝宝，今天我们公司部门聚餐，可能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陪你，这两天不好请假，你也知道的，年底我要竞选当大的组长了，所以表现自然要好一点。不过你看这是什么，我为你准备了礼物。他从一旁拿出一个精致的礼盒，按着我的面打开，里面是一块手表，表盘是祖母绿的，真是刺眼，我在友人朋友圈见过一模一样的。这一刻我前所未有的失望，整个人如坠冰窟。或许这款手表真的价值不菲，但是在我眼里比不上当初他为我煮的一碗面，就好像是在提醒我，但他的爱开始分给别人了，就连他对别人的好也开始复制给了我。我突然有些荒唐的想，那在他心里谁更重要一些呢？怎么了宝宝，你不喜欢吗？那我下次给你换一个，或者我们一起去跳，今天真的没办法请假，宝宝你要体谅我一下。他拉着我的衣袖撒娇，看着我脸色僵硬，他表情也有些不自然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他为了去跟别的男人约会，各种哄骗我，也做不到他将一模一样的爱复制给我们两个人。五年了，为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我在他心里又算什么呢？呼吸有些混乱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疼痛开始肆意凌虐我全身每一个细胞。不知道是我装的大好，还是他压根就心不在焉，没有注意到。他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，然后拿着包，转身离开。宝宝不说了，我要迟到了，晚上见，你自己吃饭，别等我哦。他关心的补充，让我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情绪又开始肆意翻滚。我彻底瘫倒在地上，被疼痛霸占全身，冷汗沾湿了衣裳，我咬牙切齿地忍着这些剧痛，浑身都开始微微颤抖。可是这一次无论我去怎么样平复都没有用，疼痛就好像他留给我的伤害一样，做不到，消失不见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冰冷的地板上被疼痛折磨了多久，只知道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，依旧浑身大汗淋漓，指针指到了4的位置，凌晨4点他没有回来，他撒谎了，食言了，忘记了今天，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忘记，是因为有了更重要的人。同样他也承诺了晚点回来，却到现在也不见踪影。我忍不住苦笑，躺在地板上麻木又空洞地盯着天花板。昏迷的这段时间，我做了很长很长一个梦，在梦里有我为了攻略他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也是本来就是我先招惹的他。如今他在我和别人之间做出选择了，我想我也该是时候放手了，我要挑一个差不多的时候回到自己的世界。我开始疯狂怀念他，所以在他轻而易举的道歉后，我原谅了他。宝宝，昨天同事喝醉了，半夜又胃出血，我送他去了医院，手机没有电了，所以没能及时回来。不过我们来日方长，
我以后会补偿你的。对了，最近他失恋，心情不好，我怕他想不开，所以想过去照顾他一段时间。宝宝可以吗？看着他眼里的期待和恳求，我点了点头，高兴的在我脸上吧唧亲了一下，激动的去收拾衣服。现在我连自欺欺人都做不到了。不对，别说是自欺欺人，连他的面都见不到了。很久以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发微信了。聊天页面就好像停留在了两个陌生的路人相处一样，我开始去偷偷的路过他们可能去的地方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我只熟悉他一个人，所以很好找的。很多时候去一些曾经他喜欢去的餐厅，一下子就能找到他。我这个正牌老公却像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一样，偷偷摸摸观察着他们相处。他笑得很开心，没有一点防备的样子，像极了当初和我在一起。他喜欢的这个男生好像也是个很好的人，样貌好，气质好，笑起来活泼开朗。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值得他左右逢源，千方百计瞒着我。我一直偷偷摸摸跟着他们，就他们牵手一起欣赏烟花，绚烂的夜空下柳如烟笑得很好看。她长得漂亮，笑起来干净甜美，在这灯火阑珊的烟花下，她漂亮的眸子美得像璀璨的星空，闪闪发光。当初她就是这个样子走进我心里的，原本我只拿她当攻略目标，到后来我渐渐沦陷。我喜欢她脸上明媚张扬的笑，喜欢她整个人出尘的气质，喜欢她眼里有我，可是现在没有了。曾经她和我之间最亲密的动作也给了别人，我麻木地看着他们在烟花下接吻，心脏痛到麻木窒息。她依旧年轻漂亮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，身边大把大把优秀的人存在，而我不一样了。这些年系统时不时惩罚给我的疼痛，让我脸上笑容渐渐变少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这张脸苍老了很多，很有可能跟他在一起，没有人会想到我会是他的男朋友。这就是我私自留下来付出的代价。我原以为我可以克服的，但是现在一无所有。以后我才发现，原来一个人这么难过，尤其为一个大老爷们儿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别人在一起，自己却好像连吃醋的位置都找不到了。我不敢上去质问他，或许是今年的秋风太冷了，我竟然有些瑟瑟发抖。他们两个人是同事，看着真的好般配。我也曾偷偷到他上班的地方看过他们，别人在午休，他们两个窝在一起追剧，像极了曾经的我们冬天为了避寒抱团取暖一起追剧。我也知道了，这些日子他并没有去陪所谓失恋的同事，而是两个人偷偷摸摸的开始了同居生活。他们吻得难舍难分，我最终将手机紧紧的攥在手里转身离开。此时此刻的他一定很幸福吧，我舍不得打断他的幸福，所以这一通电话不打也罢。我突然想起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很不适应，是活泼开朗的他像个小太阳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在知道他是我的攻略对象时，我真的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开心。或许从我对他付出真感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那个时候我整天都缠着他，满门心思想的都是怎么样攻略成功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。不过在他一次次对我视而不见，在我一次次对他百折不挠时，他终于对我敞开心扉。哪怕是在最后关头，我也激动的喜极而泣。那个时候他抱着发烧的我说，对不起啊宝宝，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只是太害怕了，害怕你对我始乱终弃，害怕你丢下我一个人。宝宝，我们在一起吧，以后两个人相互搀扶，相互取暖，永远不要丢下我好吗？他说那些话时，我心跳加速，整个人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。那个时候我不顾一切用力将他抱紧，我恨不得将他融进自己的身体里，在心里狠狠地发誓，一辈子我都不会丢下他，直到生命的尽头，哪怕是死亡也不能让我将他遗忘。可是现在他却丢下我了，他不要我了，所以这个世界我一无所有。其实这一切发生的并不突然，也有一些蛛丝马迹，只不过被我遗忘了。就好像每天早上做早饭时给他准备的午饭盒，从有一天开始突然被洗了。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不喜欢洗碗呢？那个时候我问过他的，只是他随口一说，是公司的小林帮他的。当时他脸上还带着笑意，现在仔细想想，耳尖都有一丝丝红，只是当时我没有发现而已。后来渐渐的，他便开始不要我给他带早饭了。他说公司的小林中午和他一起出去吃，宝宝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更喜欢和同事一起出去吃个麻辣烫、烧烤什么的。当时我真的以为是个女孩子，又或许是他刻意误导我，只不过我没有多想，因为他对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挺高冷的。后面我们在家里开始点外卖时，他总是会点一些之前没有光顾过的店铺。他会说，小林呀，就是岁数比我们小，嘴叼着呢。这整个省城的外卖估计都已经被他吃过来了，哪家好吃他就知道。当时对他口中的小林挺好奇的，不过向来对他以外的人不感兴趣，所以没有深究。那个时候呢，在和我一起点外卖的时候，他想的是那个男人吗？在每一次面对着我有些斑白的头发和我一起去染头时，他想的也是拿这个亲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吗？终于在他彻底将我遗忘的一天，我跟系统坦白了，要脱离这个世界。系统看着我有些恨铁不成钢，咬牙切齿的机械声在脑海响起，都说了这个世界不适合你，你早就该离开了。真是搞不懂你们人类为什么总要一次次去相信爱情。现在好了，这个南墙你自己撞了，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你自己也看到了吧。爱情爱到最后只是会成为一场空，两个人中间总有一个人会放弃对方。你是个大老爷们，干脆一点，赶紧把这边的事情结束了，回到自己的世界去。
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是你值得留恋的了。你要是早就离开的话，何必浪费这么长时间，还遭受这么多痛苦呢？你们这些宿主真的是一届比一届愚蠢。对于系统的碎碎念我已经习惯了，不过有些陌生。因为距离上一次他这样跟我絮絮叨叨，还是我决定留在这个世界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他劝了我三天三夜，但是他没能更改我的想法。其实你不懂，只要他过得开心，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没有关系的。毕竟我永远记得他爱我的时候，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是我低估了人世间的感情，低估了这个快餐式时代所谓的新鲜感。宿主确定要脱离这个世界吗？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好，那就请宿主尽快选择好自己的死亡方式。当时候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你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抹杀，你依旧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只不过还是需要付出点代价。可能到那个世界以后，你一生孤独凄苦，过得比现在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的意思你明白吗？就是回归到现实世界以后，你也很难遇见爱的人了。一次机会已经用光了，没关系，够了，我也不需要了，我没有办法再爱上别人。这几天浑浑噩噩的，我一直在想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死亡方式呢？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选择开车去我们第一次去过的那个山崖。一路上我将车速开得很慢很慢，手机一直放在眼前，我希望弹出一条微信或者一个电话。其实我真的很奢求在临死前听听他的声音，但是无论车速再慢，也总有要到达的终点。我一个人坐在车里看了眼星空，我要在这里等着太阳升起。系统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是我们以前感情最好的时候来过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等着太阳升起。那个时候我很坚定地告诉他，我们彼此会相爱一辈子，谁都不会对方。今天晚上的系统好像有些沉默，他你有嘴碎的打扰我，让我一个人自己去怀念。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，在等待他电话的时候，慢得让人难以想象。不过又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变得很快很快，我一踩油门将车开下了山崖。宿主不要害怕灭亡的，只是你这个躯体不会很痛的。我闭上眼睛没有去回答，但是当真正的疼痛和窒息感袭来时，我忍不住在心里狠狠地咒骂系统。系统果然都是用来坑爹的，很痛很痛，痛彻心扉，生不如死。作为一个大老爷们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汹涌落下，心脏的痛楚越来越强烈。我紧紧攥成拳，攥到发白，额头轻轻抱起，身子微微颤抖，这种疼痛不是正常人能够享受的。我的身体被毁了，卡在车里面，动都动不了。这个山下曾是废弃的工厂，有一根曾经穿过挡风玻璃，直接刺穿我的瞳孔，还有一颗穿透我的心脏，死得不能再死。我的灵魂渐渐飘出体外，看着自己惨不忍睹的躯体，真的好惨好惨。因为挡风玻璃的破碎，那张脸被毁的面目全非，鲜红刺眼的血迹染红了身上的白衬衫，那些伤痕每一道都触目惊心。我隔空盯着自己已经死透的尸体，魂魄的脑海里幻化出自己跟柳如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将这一切全都过了两遍，一遍来怀念，一遍用来忘记。我将这个爱了五年的女人记在心里，曾经我费尽心机让她在最后一刻将我装在心里，同样现在我也看着她将我从心底一点点剥离。原来魂魄也会承受一种前所未有的疼痛。肉体死亡后，我没有立马回到自己的世界，我飘荡在柳如烟身边，想去跟她告个别，但是呢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我做不到了。所以啊，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，想要再见一见他。只是看着他跟那个小伙子在一起，我又赌气的不肯跟上他。飘来飘去，无处可去，秋风萧瑟，冷得好像要将我的魂魄给吹散。我只能又选择回到曾经的家中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，这个家已经没有了任何温度。所以我又不甘心的飘去他身边吃狗粮。在我死亡的第三天，他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从上午打到晚上，一直没人接听后，他有些心绪不宁。他终于回家了，回这个属于我们的家。宝宝，你在哪里？只是这个家里空荡荡的，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的存在。他有些慌了，声音不自觉开始大了起来。会去哪里呢？他将里里外外翻了个遍，最后掀开枕头找到我的日记本，上面有我跟他最后的告别。柳如烟，我走了，回到属于我的世界里去。在这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有父母，有家人，有亲戚朋友，他们应该也会想我，而不是在这里浑浑噩噩的一个人。看见我笔记本上的字迹，他瞬间慌了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属于你的世界，不要吓我。高阳，你肯定是在吓我的，对不对？他指甲用力将笔记本攥紧，眼泪滴在字迹上面，晕染了一大片，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语，满脸都不敢置信。高阳，你忘记了吗？你明明说过的，有我的地方才是属于你的世界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绝望又崩溃。我想要蹲在他面前替他擦去眼泪，然后告诉他，没有什么好难过的啊，我死了他就自由了呀。何况在这里我只有他了，他不要我，我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无牵无挂。以前我就最害怕孤独了，所以我做不到下来看着他跟别人秀恩爱。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自私，见过了他爱我的样子，所以无法接受他爱别人，所以我自私的选择离开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让他找不到了，所以他开始慌了，满世界翻天覆地的找我。找不到以后，他终于选择了报警。他好像也发现了，在这个世界上我除了他一无所有。他这几天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就好像要把自己毕生的眼泪全都流光一样。
向来冷静的他在警察局哭着哀求那些人快点找到我。我突然有些害怕他见到我的尸体后会哭成什么样子。面对警察的接二连三笔录询问时，他情绪一次又一次的崩溃，嚎啕大哭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我一无所知，也意识到为了别人已经半个月没有见我了。或许连他自己都忘了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又说了什么话。但是我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在璀璨的烟花下，他一脸陶醉的在跟那个男人热吻，而凄惨的月光却将我隔绝在外，我一个人失魂落魄的离开。直到我死后第五天，尸体才被找到。看见我惨不忍睹的尸身那一刻，柳如烟小小的身体里开始爆发出强大的力气，她歇斯底里的哭喊，满脸痛苦和不敢置信。不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她带着哽咽和哭腔的声音在空旷山谷中回荡。距离我的尸身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她却好像用尽了一生的力气，泪流满面的痛哭流涕，踉踉跄跄的朝我跑去。只是这么点距离，她却摔了好几跤，整个人情绪崩溃，一直在哭喊，跌倒了又爬起来，跌跌撞撞的跑向我。不是的，警察同志，这不是我的老公，一定不是的，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舍得丢下我。但是我注意到他的视线放在了我手腕祖母绿的手表上面，他整个人彻底瘫跪在地上，歇斯底里的哭喊。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呢？是发现了那个手表他曾经也给过别人吗？他确定了我的身份，只是太害怕了。看见我惨不忍睹的样子，他直接哭着晕厥了过去。我飘荡在空中，面无表情的看着他。不是他先变心爱上别人了吗？怎么又是现在这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呢？我死了他应该高兴啊，他解脱了呀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把他自己还给他自己，可是他怎么就不愿意了呢？最后他在医院醒来时，警方将从我身上拿下来的戒指递给了他，那明明是他的尺寸，可是经过重力的挤压后，他好像有些戴不上了。他迅速找到我，扑在我的尸体上面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周围的那些做人员都微微捂着鼻子，有些惊讶。我飘在半空中，冷冷看着这一幕，可能是味道真的有些大，但是向来有洁癖的他却好像没有闻到一样。那么多眼泪就跟不要钱一样。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男生走了过来，他眼里带着心疼，我想他应该是真正喜欢柳如烟的吧。别哭了柳如烟，我们回家吧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。柳如烟眼底布满了红血丝，他被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，用力将这个男人推开，发了疯一般的哭喊，滚啊，你给我滚，闭嘴，我的羔羊没有死，他不会丢下我的，他这辈子都不会丢下我的。他好像说给别人听，又好像在说给自己听。静静地盯着他看，不明白他现在的情绪。他蜷缩在我的尸体旁，身子都在微微颤抖，哭的声音都有些沙哑，整个人看起来疯疯癫癫的状态不太对。只是那双漂亮又干净的眸子，此时此刻布满了崩溃和绝望，一直盯着我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。他又哭晕过去了好几次。等再次醒来时，警方已经火化了我的尸体。事隔这么多天，我终于入土为安了。系统又开始装死，只是我有些疑惑，这个世界的躯体都已经安葬了，为什么我还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呢？说真的，我不想再看见柳如烟了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思，又一次醒来的柳如烟好像冷静了很多。他终于花了三天的时间接受了我不在了的现实，他将自己锁在家里，谁都不见，只是盯着我的手机发呆。等他将手机解锁后打开我的微信时，不容易平静下来的他再次嚎啕大哭。因为我的微信页面只有他一个人，其他的同事不联系，只是静静地躺在通讯录里。他在我的手机相册里翻到了好多照片，曾经属于我们的照片已经被我删空了。现在他浑身颤抖，呼吸急促，正在翻，看到这些照片全是我偷拍的，有他们接吻牵手谈笑风生，照片里他们是主角，就像是恩爱的男女主一样，而我这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在阴暗的角落拍下了这些照片，甚至私藏在自己的手机里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睫毛微微颤抖，整个人微微颤抖，眼泪汹涌而出，一切都在这些照片里面有了答案。直到这一刻，他心里的猜忌才有了确定，他知道了，我早就发现了，他在骗我。对不起高阳，对不起，我求你了，怎么样惩罚我都可以回来好不好。他将我的手机放在怀里，抱头痛哭，像极了那天瘫跪在我的尸体旁哭红了眼，求着我睁眼看看他一样。他知道自己的对不起换不回一生没关系了，就好像他同样也知道我死了，再也没有办法睁眼看他了，哪怕我的魂魄扯动双重面无表情的跟他说没关系，他也听不到。其实我想跟他说没关系的，只要他快乐就行了。他向来就是个高傲爱笑的女孩子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怨他，哪怕到死我都希望他快乐。对不起，是我贪图了新鲜感丢下了你，对不起，是我忘了我们的纪念日将你一个人放在家里。高阳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不爱我了？你一定在怨我失约了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高阳，我只是觉得他太像以前的你了，之前你也是这个样子，阳光开朗，总是吸引着我，不自觉向你靠近。你记得吗？我们刚认识的那段日子，你的欢声笑语带我走出来了一个孤寂的世界。我喜欢那样朝气蓬勃的你，只是后面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，难免有些枯燥，所以我才意识鬼迷心窍犯了错。高阳，我求求你不要丢下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空荡荡的房间里没有人在回应他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属于柳如烟的羔羊了。在他选择了别人丢下我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。
他开始日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忏悔，已经很久没有无人问津的恋爱软件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。之前无数个夜里，我们曾经那些相爱的照片上曾经滴过我的眼泪，如今又换成了他的，他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将那些回忆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他开始抱着自己的肚子嚎啕大哭，哭到声音嘶哑后，他又开始撕扯自己的头发，扇打自己巴掌。我想他可能想起了那个孩子无辜的生命。我也时常在想呢，如果那个孩子没有被打掉，如果他没有出轨，如果我们还相爱，那我们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竟然真的翻到了我在那个聊天软件给他的留言。柳如烟，其实我给过你机会的一次又一次，但是你依旧为了那个男孩子丢下了我。是你违背了我们曾经的诺言，我亲眼看着你一点一点的将我忘记。或许是因为时过变迁，容颜苍老，我配不上你了。也或许是我很难再给你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了。所以没关系的，我不怪你。如果丢下我，忘记我可以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，更快乐，那没关系的，我会在你身后看着你大步向前走，哪怕没有我。柳如烟，我们回不到过去了，是你先丢下了我，从始至终我都没有食言，哪怕到死亡尽头。我依旧爱着你，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在我们最相爱的时候分开。这样的话，后面的日子我一定不会这么痛苦，那一个又一个孤枕难眠，被眼泪沾湿了。眼眶的夜里，我曾将你拿起放下，爱了一遍又一遍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高阳，对不起。柳如烟彻底疯了，她开始疯狂将自己的脑袋撞击在地面上，像个机器人一样，一边磕头，一边道歉，还歇斯底里的哀求着我，不要，高阳，不要丢下我。她好像已经彻底疯了，但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回应，只能看着自己的魂魄一点点消散在空中。我得偿所愿回到了自己的世界，这里所有的人都还在，他们在期待着我的醒来。过往就好像一场梦一样，母亲说我出了车祸，在医院昏迷了5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醒不过来了，只有她一直在坚信着。母亲趴在我身上，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好好好，我的好阿彻，醒来了就好。我开始了自己的正常生活，但是那些过往记忆开始在我的脑海中一点点消散。直到有一天我休养时打开笔记本，平平无奇的笔记本却突然出现了故障，屏幕中间出现一个蓝色的海洋一般的星球。只不过画面一转，我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从高高的楼层一跃而下。他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在用自己的身体跟我告别。我知道不同的时空，另一个世界里的柳如烟可能去找了他的高阳。31床将撤出来领药，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等我在紧盯电脑屏幕时，上面却什么都没有。后知后觉，对啊，我是江澈，这个世界没有高阳。全文完。